创世纪的第三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神为亚当按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这边有记载，那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神的荣耀就离开他们，那一件荣耀的衣服就丧失掉了，所以他们就看见自己的羞耻。后来他们就用无花果，又坏掉了，所以二十一节就记载，神就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那这个皮子大概是羊皮啊，羊的皮，那一定要杀羊，杀羊。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又称作羔羊？耶稣基督又称作羔羊，这是从这个地方预表来的。好，我们再看启示录的第五章。启示录的第五章，请看第六节到第九节，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有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你拿着书卷，他既拿了书卷，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第九节，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这边就讲到羔羊，要被杀，羔羊用他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人来归于神。这满人来归于神就是教会了，所以教会是怎么建立的，怎么让人来到神的面前的，就是羔羊要流血，羔羊没有流血就没有办法把人买到神的面前，就不能够让人归于神。就是我们刚刚所画的，属世的还是属世的，怎么能够归于神到永恒之上，就是要透过羔羊的血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读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那边就讲，人本来有罪，罪就是丧失掉神的荣耀，就看到自己的羞耻。那神用皮子做衣服，让人遮盖自己的羞耻，这个羞耻就是罪嘛。亚当夏娃怎么看到自己羞耻的？犯罪嘛，犯罪就看到自己的羞耻。那怎么样遮羞遮耻？用人的方法很快就被看见了。神的方法就是杀羊，用羊皮做皮子，就永远能够遮住人的羞耻。所以杀羊这个动作预表耶稣基督是羔羊，要为我们世人的罪被杀，才能够遮住我们的羞耻，才能够让我们归属神，归于神，才能够让我们从属世的日光之下的变成什么日光之上的，在属灵的国度里面。这个是创世纪里面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表，那这个也是预言耶稣基督要为世人的罪被杀流血，我们才能够归于神。那在创世纪里面还有记载，耶稣他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一定是亚伯拉罕，一定是从亚伯拉罕来的，也记载是以撒的后裔，雅各的后裔。到了创世纪四十九章，他特别的记载，他一定是犹大的支派。为什么是犹大支派？因为犹大出什么？犹大出王，对不对？犹大出王。我们看一下那个创世纪的四十九章，创世纪的四十九章第十节。雅各对
他的儿子的祝福里面哦，我们看第十节，龟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他的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来到，万民多必归顺。这里就讲到只等细罗，我们看那个小字的哦，就是赐平安，小龙平安的意思了，好，平安的意思哦。那龟跟杖就是标准，以当时候的时代里面，王的话就是标准，好，不像现在民主政治时代哦。所以这边是讲到啊，犹大要出王啊，王。那我们在去年也是大概这个时候，在耶利米书的时候，到三十章不是有讲王大卫吗？我用很多的时间来讲，这个大卫都死掉了几百年了，为什么还有一个大卫王出来？那个大卫王是谁？大卫王是谁？啊，还给我了，我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呢。哦，那个王大卫就是耶稣啦。为什么说是耶稣？因为属世的大卫王，他称为合神心意，是因为他得到了什么？神应许给百姓的那一块土地，你们记得北到哪里？北到伯拉大河，南到埃及河，啊，东到旷野，西到地中海嘛。创世纪十二章、十五章、十八章、二十二章，这一定要记起来，哦。所以他才会称大卫的后裔嘛。大卫的后裔也是所罗门的后裔啊，也是耶西的后裔。为什么称大卫的后裔？因为大卫完成了属世的神的应许，那耶稣基督完成了属灵神的应许，要建立属灵以色列国嘛。哦，所以这个是细罗这个平安，他是王，哦。他是弥赛亚，他是王，但是他要建立的不是像大卫的那一块土地的建立，而是要建立属灵的，就是什么教会，啊，教会。我还引用启示录的那个第一章嘛，第五章，啊，那个国度，启示录我们圣经翻译成国民呐，啊，但原文是国度了，啊，国度，啊，一年而已就还我了，谢谢大家。哦，这个是王的这个体系哦，所以他一定是要从大卫，一定要从大卫出，哦，没有从大卫出就不是王了。那耶稣来不是王的话，那怎么能够合乎神的旨意呢？大卫王是合神旨意的，他完成了属世的这一块神所应许给选民的土地。耶稣基督是王，但是他所要完成的是属灵的。神的国度，啊，属灵神的国度是什么？教会，教会就是神的国哦。好，所以耶稣来建立教会，大卫来建立强盛的大卫王国。那在先知书里面，包括以赛亚书、以西结书、耶利米书，还有一些小先知书哦，他都会特别强调，他是继任大卫的宝座，好，要继任大卫的宝座。如果以属世来讲，大卫的宝座最后一个王是谁？以属世的来讲啊，哦，最后一个王是谁？啊，西底家。西底家是北朝是何西亚，啊，南朝是西底家，啊，最后不会了，哦，解何西亚，解西底家，啊，北朝是何西亚嘛，所以台语说何西亚，何西亚，啊，南朝是西底家，啊，西底家，啊，两个王嘛。啊，但是其实哦，如果以王的世袭的方式来讲，大卫的王系里面，他最后一个不是西底家，最后一个王是谁？约西，哎，不是，是那个约雅金呐，啊，约雅金，因为西底家是约雅金的叔叔，他不是约雅金的儿子，哦。他不是约雅金的儿子，西底家是约雅金的叔叔了。那为什么叔叔会变成王？因为巴比伦王打犹大国打胜之后，他就抓了一个优柔寡断的人，叫做西底家，来承接约雅金来当王，所以他是一个傀儡王，好，哦，
腓力王，所以真正最后一个王是约雅金、哦、不是西底家、哦、那约雅金他后来活到后来就是到巴比伦去了，他是死在巴比伦的、哦、好，那这个是一定是要大卫的宝座、哦、好，我们再看弥迦书第五章，弥迦书第五章，请看第二节，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有哪一个人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？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你顶多是活一百年嘛，你的根源怎么可能从亘古从太初就有？但是有一位呢，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，当然是指的神啊，哦，神要降生啊，就是耶稣基督嘛。那、啊、他要降生在哪里？降生在伯利恒，哦，降生在伯利恒。所以这一节圣经，弥迦先知就预言耶稣基督的这一位从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，他要出生在伯利恒。所以弥迦先知他是耶稣出生之前大概600年的先知啦、啊，哦，耶稣还没降生之前的600年，弥迦先知就预言耶稣要生在哪里？他生在伯利恒啊。那真的主耶稣他出生的时候，他原本不是他是伯利恒，他的爸爸妈妈是伯利恒人，但是当他的爸爸妈妈怀孕的时候，他不是住在伯利恒。那刚好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就读到罗马政府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，到主耶稣要降生前，他要所有的人都回到原居地去做什么？报名上册，哎，户口普查，你要回到你的原居地、哦、比如说我是住在嘉义，虽然我现在住高雄，那政府规定说你要回到你本来的原居地去，你要报名上册。可能那个时候罗马政府要 统计人数也不一定了，圣经里面没有记载，但是从来没有做这种动作，以后也不会再有。刚好是在主耶稣要降生以前，耶稣他是哪里人？拿撒勒嘛，拿撒勒人耶稣嘛，但是他是出生在哪里？伯利恒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父母亲是伯利恒人，所以后来因为政治因素，罗马政府要所有的人都回到原居地，他的父母亲就回到原居地，就是约瑟跟玛利亚回到原居地。那回去的时候，他们那里也没有家，也没有房子，好，那大家都回去了，一个小城镇，伯利恒小城镇，哪里有那么多可以住的呢？客店也没有了，住哪里？住马槽。所以耶稣就出生在马槽，那是应验的圣经所记载的，伯利恒，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。那是耶稣在哪里长大？耶稣在拿撒勒长大。所以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他是伯利恒人，只知道他是拿撒勒人耶稣，但是他是出生在伯利恒，因为他出生之后就离开伯利恒了。啊，离开伯利恒先去哪里？先到埃及嘛。我们看何西阿书十一章，请看第一节。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，我爱他，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这里是何西阿先知在预言耶稣基督，啊，要从埃及再招出来，也就是主耶稣他要逃亡到埃及去了。所以后来主耶稣出生之后，希律王要杀2岁以下的小孩嘛，天使就告诉他的父母亲逃到哪里？逃到埃及去了。等到这个消息这个信息过了之后，再从埃及回到拿撒勒，耶稣就在拿撒勒长大。所以这个是
还没有发生前哈的几百年前，啊，圣经透过先知就已经预言啊要有这些事情，啊，再看马拉基书第三章，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仗的仰慕的快要来到，啊，这边是记载主耶稣来以前一定会有人在他前面预备道路，一定会有人。所以你看施洗约翰一出来的时候，人家说你是基督吗？他说我不是，我不是哦，他讲得很清楚哦。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九节，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。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，问他说：“你是谁？”他就明说，并不隐瞒，明说：“我不是基督。”哦，约翰就人家啊，你是谁呀？大家都传耳嘛，啊，他应该是基督啦，他应该是那个救赎主啦，他应该是那个弥赛亚啦。哦，因为约翰他真的是一个讲话非常有分量的人，所以大家一听到他的正道，大家都到他那边去悔改受洗了，有没有？哇，大家都认定说啊，这个就是弥赛亚，就圣经里面的那个弥赛亚，是那个基督。然后约翰他怎么说？我不是，明讲哦，我不是。很多人都会，我不讲，我不要讲就好了嘛，反正又不是我讲的，大家都把他当基督也没关系嘛。我们很多人都会邀功啦，我又没有讲我是啊，是你们自己告诉我说我是的，我没有否认而已嘛。但是约翰他不这样错，约翰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是，哦，我不是，我不是基督了。”哦，我们再看二十一节，他们又问他说：“这样你是谁呢？是以利亚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是。”“是那先知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是。”于是他们说：“你到底是谁？叫我们好回复猜我们来的人，你自己说你是谁？”二十三节，他说：“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修直主的道路，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。”啊，这边就讲我是什么？我是开路先锋啦。啊，所以马拉基先知里面所预言的，啊，耶稣要来以前，他会差遣使者在耶稣的前面预备道路，那个是指谁？施洗约翰。好，那真的主耶稣他降生之后，施洗约翰就在这边做见证了。我就是那个啊，我在为耶稣预备道路的，啊，为耶稣预备道路的。哦，这个是先知书在耶稣基督还没降生以前的几百年前，老早就讲了。那真的就像先知所说的，在耶稣降生之后，就有为耶稣基督来当开路先锋的，那就是谁？施洗约翰。好，哦，施洗约翰。好，我们再看诗篇的七十八篇，诗篇的七十八篇第二节：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古时的谜语。这边就讲主耶稣开口要说比喻，啊，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，啊，他不明讲，他都用比喻，用比喻。啊，我们看那个马太福音的十三章，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，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，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。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，我要开口用比喻，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
发明出来，啊，要应验圣经的话。所以主耶稣他常常讲比喻，耶稣所讲的比喻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很多很多，有大比喻，有小比喻，啊，那这些比喻呢，都是生活性的，啊，都跟我们息息相关的，但是不代表每一个人都听得懂的。哦，每一个人都听得懂，包括门徒一开始也听不懂啊，所以大家都走了，偷偷的去问耶稣：“耶稣啊，啊，你讲这个比喻是什么？”主耶稣用眼睛瞪他：“我讲见故你拢听无？哦，我将来怎么讲？”哦，好，哦，这个就是耶稣他讲比喻的最主要目的。所以主耶稣他曾经讲嘛，他说：“我对婴孩就怎么样显露出来，我对聪明通达的呢？”就把它隐藏起来，意思就是说，只要我们谦卑像小孩子一样，我们就能够领受主耶稣所讲的这些比喻啊。所以，怎么样的人才能够领受、听得懂神的话、听得懂主耶稣的道理？谦卑的人，谦卑就是你听了之后就能够领受，而不谦卑呢，你都头脑都乱想，想那些好像很深奥的道理啊，其实怎么样？是因为你不谦卑。所以主耶稣的道理是要讲给谦卑的人。你谦卑的话，你的心主耶稣就被你打开，那你就能够领受。如果不谦卑的话，即使你很聪明、很有智慧，但是呢，你就是听不懂主耶稣的话啊。这是用比喻的目的啊。所以耶稣来都是用比喻，他要开口讲比喻。好，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的53章。以赛亚书53章。请看第三节，以赛亚书53章第三节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这边讲耶稣会被他的百姓来拒绝、藐视，好。拒绝跟藐视，是被自己的百姓哦，就是那些犹太人啊，哦，犹太人照道理来讲，他们在期待的就是这一位主、这一位神、这一位弥赛亚。但是当弥赛亚在他们面前的时候，他们不但不接受，反而拒绝他、藐视他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最不可能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，却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。最不可能把主耶稣出卖的人，却把主耶稣出卖，所以大家要小心，不要自以为我不可能。犹太人最不可能把主耶稣钉十字架嘛，对不对？他们不是在期待这位弥赛亚吗？啊，弥赛亚都出来了，他们竟然把耶稣钉在十字架。犹大是最不可能把主耶稣出卖的，因为主耶稣看中他比看中其他11个门徒还看重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把钱交给犹大管理，就是表示耶稣非常信任犹大了，不然的话怎么会把钱交给犹大来管理呢？所以在信仰里面没有所谓的不可能。传道很懂道理啊，但是传道跌倒的比例是比信徒还高啊，哦，所以为我祷告，好，哦，谢谢。不要以为哎呀，这个很懂道理啊，在台上讲道的呢，哦，奇怪，那些离道人比例都比信徒还高呢，对不对？我曾经以前在神学院哦，要写论文嘛，那我们这一届是第一届写论文的，就是我们这一届23届，现在已经50几届了，哦，我是第一个写论文。那时候我头一直在想说，到底要写什么？啊，后来我定一个题目，这个题目就是，啊，专职传道啊，在侍奉的过程当中，啊，所面对的问题与信徒之间的比较，啊，后来我写到一半，我就不敢写了，因为没有什么意义了哈，啊。后来我就另外换个题目，换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是。这个个人布道初探，哦，后来写这个比较轻松了，写那个比较严肃嘛。但是我后来有去调查，哦，
我们传道者的那个跌倒的比例啦齁，不是量哦，是比例，比信徒还高，哦，不可能的，他不是在讲道理吗？他不是圣经很熟吗？但是为什么跌倒？哦，那后来我看圣经看到后来，哎呀，这是很正常的，因为最不可能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些犹太人做了，最不可能把主耶稣出卖的犹大卖了，哦，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在信仰上哦。我们要去警惕自己，没有所谓不可能的啦，只要给魔鬼留地步，不可能也会变成可能，哦，啊，所以你看主耶稣还没降生以前，大概700多年前，神就透过以赛亚先知讲这一段话。他讲什么？他说他要被他的子民来藐视，哦，来弃绝，哦，出卖，哦，啊，真的主耶稣，在传福音的时候阻挡耶稣的不是外邦人，阻挡耶稣的是那些犹太人、文士、法利赛人、祭司、祭司长。把耶稣出卖的是跟随在他身旁的犹大，哦，犹大用什么当记号？用什么当暗号？用亲嘴，啊，心里的恶心啊！哦，太安内了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啊，用最亲密的方式把主耶稣出卖了，哦，这个是很可怕的，哦，这个就是被子民拒绝，哦，这个是我们要特别谨慎啊。其实这个在耶稣还没降生以前早就预言了，哦，早就预言。好，我们再看诗篇的41篇第九节，诗篇的41篇第九节，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，啊，这当然是指着犹大说的。那当然，诗篇在大卫在写这个诗歌的时候，他还不知道是谁啦，他是被圣灵感动，他说他的知己朋友，知己哦，啊，一个人到底有多少个知己？你的配偶不一定是你的知己啊，好，但是耶稣。这个大卫在作诗的时候，他讲耶稣被卖是他的知己，他说与他一同吃饭的用脚踢我，用脚踢耶稣，耶稣被卖了，被卖，啊，卖多少呢？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的11章，连卖多少都有讲哦。撒加利亚书的11章12节，我对他们说：你们若以为美，就给我工价，不然就罢了。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，啊，工价30块钱、啊，所以犹大卖耶稣啊，30块钱，啊，就把耶稣给卖了。30块钱多不多？30块钱说多也不少了哈，因为30块钱大概是一个男人，不是男人，做一年的工资，一年呐，一年的工资就大概30块钱，就是一瓶真拿达香膏，女人一辈子一定要有的，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最少要一瓶，啊，就是一个男人。一年的工资啦，说少也不算少啦，如果用我们 来算的，如果你一个月5万的话，一年大概就是60万嘛，那耶稣就被卖60万、哦，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那主耶稣就被卖了，哦，犹大就用30块把主耶稣给卖了，哦，这是30块。我们再看诗篇的22篇第六节，诗篇的22篇第六节，十六节，犬类围着我，恶党环绕我，他们扎了我的手，我的脚，啊，犬类跟恶党，啊，
犬类就是指着犹太人、啊、二党就是那个罗马兵丁，罗马就是那政治宗教跟政治了哈、啊、这个我们如果看新约就可以知道哈、啊，犬类跟那个二党，然后他们扎了我的手，我的脚，钉十字架。在耶稣的时代以前，没有钉十字架这种事。十字架是在罗马政府里面所设出来的，很残忍的。后来也没有了，就是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里面才有。所以好像十字架是为耶稣设立的了，以前没有，以后也不再有。那十字架大概有几种形态，一种是 T 字形的，头在上面的，头没有顶在那个十字架；一个就是主耶稣的那个十字架，哈，就是一个头上面。那另外一个是 X 型的 ，X 型，就是也是十字架，但是它是车这样钉的。那所以彼得他也是被钉十字架，他说他不敢跟主耶稣一样，啊，他被倒钉十字架，其实不是，他是侧的，哦，歪一边的 X 型的了，哦，还有好几种十字架。那主耶稣他是。不管是什么形制的形状的十字架，一定是扎手跟扎脚、哦、一定是扎手跟扎脚、哦、你是 T 字形的也好，十字形的也好， X 形的也好，都是扎手跟扎脚、哦啊、所以诗篇在这边讲说要 扎我的手跟我的脚，其实就是指着钉十字架说的、哦、钉十字架说的、哦、那大卫王的时代没有所谓的十字架，也没有所谓扎手跟扎脚，放在十字架上来死亡，没有。一直到主耶稣的时代里面才有这个扎手跟扎脚的酷刑了哈，扎手跟扎脚的酷刑。所以这个是预言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所说的哈。好，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的53章。12节，以赛亚书的53章12节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盗的军分掳物，因为他将命倾倒，以至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在读这个53章的12节。哦、我们再去读路加福音的23章、哦、那23章里面所记载的就是这一节圣经里面所讲的内容、哦、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所以他左右都钉着谁？强盗。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他在十字架上跟这两个强盗在十字架上是不一样的，这两个强盗是罪有应得，主耶稣是担当多人的罪，所以在右边的那一个强盗他就明白这个道理，然后他就责备那个在左边的那个强盗，因为左边的强盗在笑耶稣嘛，那他就讲我们两个人是罪有应得了，但这个人呢不应该在这里。讲完之后，所以他就求耶稣，求耶稣，那耶稣就赦免他的罪，告诉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。这个是53章12节里面所预言的，那就应验在路加福音的23章、哦、他被列在罪犯之中、哦、我们再看诗篇的34篇。好、哦，诗篇的34篇20节，诗篇34篇的20节，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这里是预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骨头一根也不折断。基本上钉十字架的人不会那么快就死掉的，因为钉十字架，手脚扎根扎钉子，手跟脚都不是动脉。都不是动脉了，所以流血它不会流干的，所以在十字架上是很痛苦的，要死不能死就在那边，所以基本上如果要让它
日落以前死，都一定要把要怎么样，要打断他的 大动脉、哦、把骨头打断，然后他流血快就死，就会死掉了。好、哦，那主耶稣呢？主耶稣没有骨头，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。钉十字架的一定会骨头折断，一根骨头都没折断。好、哦，那很奇妙的是，兵丁怎么样扎了他的肋旁？肋旁啊，肋旁就流出了血跟血嘛。死掉的人怎么有这个东西呢？没有啊，没有这个东西，都是很特别的、很奇妙的哈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骨头一根也不折断。好、哦，这个是罗马兵丁自己的见证。好、哦，那圣经早就预言啊、哦，在大卫的诗歌里面啊、哦，就有预言，他要保全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啊、哦，这是耶稣死的时候啊、哦，在圣经里面早就有预言啊、哦，那就跟啊、在那个约翰福音19:36所记载的是一样的。主耶稣他没有被打断骨头，啊，兵丁只是扎了他的肋旁，啊，这个是因为他已经死了嘛，啊，不需要再把骨头给打断。好，再看诗篇16:10，诗篇十六篇的第十节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这边讲，这个诗篇也是大卫所做的诗歌哈、哦。那这一节是在讲什么？耶稣的复活，耶稣的复活啊、哦。这里讲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。这个阴间哈、哦，哎，我们不要把它想象成那个乐园跟阴间的那个阴间呐，哈。旧约圣经里面的阴间都是指什么？坟墓。你看那个约瑟被卖嘛，有没有？然后他的哥哥就想了一个方法，我们总不能够回来跟爸爸讲说：“爸爸，我已经把你最爱的儿子卖掉了。”啊，这个爸爸不是把这十个孩子给打了吗？所以这十个哥哥很聪明，他就把约瑟的外衣彩衣脱下来，把它扯碎了，然后呢杀了一只羊哦，一面吃羊肉一面把羊血撒在那个彩衣上哦，然后就拿这个彩衣回来骗他的爸爸。他的爸爸看到这件彩衣，没有错啊，是我送给我最爱的儿子约瑟的衣服 啊现在破掉了。然后呢哥哥就骗他说，你的孩子在去找我们的时候在半路上被野兽给吃掉了。那这个时候雅各他怎么说？他痛哭啊，然后他怎么讲？哎呀，我要怎么样？悲悲惨惨下阴间啊，有没有？他是不是要下那个我们脑海里面所讲那个阴间？应该不会想下那个阴间吧？他的意思说，哎呀，我这一辈子完了，我一定是悲悲惨惨哦，进坟墓了啦，死掉了啦。所以旧约圣经里面的阴间跟我们现在所认定的阴间，那是有差距的。它是指着什么？坟墓里面，进到坟墓里面、哦啊、所以在大卫的诗歌里面，他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这个阴间是指什么？坟墓。也说 不在坟墓，会从坟墓出来，就指的什么？复活了，复活。所以这一节圣经是大卫受圣灵感动之后，他所做的预言，耶稣会从坟墓里复活，坟墓里出来、哦、我们看那个《使徒行传》2，彼得在受圣灵之后，大家讥笑，以为他们喝醉酒了。之后呢，彼得就起来做见证。他做什么见证呢？我们看23:23-28这一段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24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大卫指着他说，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。
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以下省略，彼得在做耶稣复活的见证，引用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圣经。所以不撇在阴间，就是他的身体，他的灵魂不会被坟墓关注，他要从坟墓里面复活。所以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，16章，他那边有记载耶稣的复活。耶稣复活，他是从坟墓里面复活的。所以门徒进到坟墓里面的时候，看得到耶稣的尸体吗？没有，只有什么裹头巾嘛。耶稣的身体已经复活了，所以不撇在阴间，耶稣要从死里复活啊！真的，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之后，第三天就从坟墓里面出来了，然后显现给门徒看啊！啊，这个是有关于主耶稣他的救赎的一些预言跟应验啊，当然还很多了哈，我只是把一些比较重要的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。那这些大概有，我整理大概有47个。我们自己回去可以看一看。那这个都是在见证主耶稣的救赎，也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那灵，主耶稣就是天上真神，主耶稣就是要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啊，将来呢进入他的国度里面啊。用这一些过去不管是几千年前、几百年前，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的预言应验在主耶稣身上来作为证据，让我们在信仰上能够更加的坚定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，一起来祷告。